是荣子酒庄七度鲜酿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首席合作伙伴酒鬼酒，中国婚礼和红坛酒鬼，买源头好物上快乐购。云南阳光玫瑰青提，颗颗饱满，香甜脆爽。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幸福见证官传代金。中国婚礼就选中式黄金珠宝，中国婚礼和红坛酒鬼。酒鬼酒提醒您稍后看店。今天除了我自己之外，我当然还找了帮手来，但是你却看到了。哎，谢谢你来帮忙。哎呦，我们这次那么多人，是给最后的一对送惊喜的。我们会请特效化妆师帮你们化你们年老之后的妆。阿姨，给您一份。有惊喜的部分。啊，可能现在还不能看。对。谁比较爱谁？这太幼稚了，你们这问题。因为刘畊宏一天到晚都一直问说谁比较爱谁，谁比较爱谁？太幼稚了。幼稚。和你谁不想将游戏一场再来一趟，你为我加菜，我为你盛汤。亲爱的梅娟，我一生所钟爱的贤惠妻子。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首席合作伙伴酒鬼酒，中国婚礼和红坛酒鬼。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幸福见证官传代金，中国婚礼就选中式黄金珠宝。荣子酒庄七度鲜酿葡萄酒，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下节更精彩。荣子酒庄七度鲜酿葡萄酒，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现在继续。这里是荣子酒庄七度鲜酿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首席合作伙伴酒鬼酒，中国婚礼和红坛酒鬼。买源头好物上快乐购。云南阳光玫瑰青提，颗颗饱满，香甜脆爽。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指定用车欧拉汽车，更爱女人的新能源汽车。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幸福守护官格力，婚礼要美丽，电器选格力。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关注湖南卫视中国婚礼，参与节目讨论，分享自己的情感观点。金婚是一对夫妻结婚50周年的纪念，正常情况下能够享受这份特殊荣耀的夫妇年龄至少已经超过了70岁。我现在已经80岁了，他现在已经是70岁了。刘志成老人在离开家乡77年之后，他毅然决定接结发52年的妻子葛梅娟，从高雄回到昆山定居。这一次呢，我们从宝岛台湾来大陆参加，遇到我的家人，把他们在这边感到非常的温馨，讲起来也有点近乡情怯。为了庆祝两位老人的金婚纪念，也为了给两位补办一个迟到52年的婚礼，老人的儿子儿媳刘畊宏、王婉菲尽心尽力，为他们安排了很多感动和惊喜。我们今天晚上将要帮爸爸他们安排一个浪漫的晚餐，是送给你的花。梅娟无碍，祝你凡事顺利，天天开心喜乐，幸福美满。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场特别的婚礼。我们要去布置现场啦！今天是我们最后阶段预备了。那我今天除了我自己之外，我当然还找了帮手来，待会你却看到了。哎呦！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人际关系上面，在这件事情，我做的真的比你好很多。你就是一个社牛。因为你太不社交了，你每次都只是窝在自己的家里面。我有你就好啦。我有你就好了。我有你就等于像拥有了全世界。谢谢你啊，这个话听起来怎么像歌词啊？啊，从哪边背下来的？今天要好好的布置，你要看一下，因为现场的装潢跟装扮跟布置有什么要调的，我们今天要赶快。我跟你说，等爸妈办完之后，再之后就是谁，你知道吗？谁？
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婚礼还要我们帮他办、啊、三个孩子爸爸妈妈当然要给很多意见啊，人家婚礼的时候爸妈不用再给意见了、啊、那给什么？给钱，你包个红包就好。给钱？对啊，我们结婚的时候，爸妈没有给什么意见了，顶多一些基础的礼仪跟那种邀谁就而已，其他你就让人家自己来吧。这个就是我们帮我们爸妈，这还可以。好，到，小吃。哇！我也是找了帮手了。有了吗？对。Hello， 哎、hey, ，Hello， 刘畊宏老师、薇薇老师，你好 ，Hello，Hello， 啊，我是静雯，婚礼策划师。哦、oh, ，你好，你好，哎呀，太好了，你好，有你在，我们就有点安心了啊。哎呀，我也这也是我的荣幸。OK，OK， 太好了。反正现在花叶都还在布置中，然后好多还没有完全摆到位。这都新花哎。是，这是蝴蝶兰，那是满天星。对，这就是我们希望是蓝白的那个感觉。哎，为什么都最后选择蓝白呀？因为我爸妈不是那么老成的人，所以他们希望是活泼一点点。其实给叔叔阿姨在做策划的时候，我就一直好期待能够见到叔叔阿姨，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很有活力。对，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很有意思。对，我们从这边走上去的时候，这块呢我们会像那个编年体那样的一个形式，然后编年体，对，它会有年份的一个标志。哦，然后对，1943年、1953年、1963年，一直到今天2023年。年轻的时候，对，叔叔出生1943年，然后慢慢到他们相遇，然后到如今，就是有一个年岁时光的感觉，太酷了！把所有来宾都从这个时光廊、时光记忆里面先带进来，哇，这很有感觉。对，让大家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纵深感。哦，虽然金婚可能只是一个点，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时间轴，所以想让大家能够体会到，然后走到这块就会很有仪式的氛围感。嗯 ，Hello， 哎、hey, ，Hello， 你好，薇薇姐，刘教练 ，Hello， 姐姐，哎，我刚刚在写那个明天的主持词儿，哦、是，然后写了一半说你们就已经来现场了，哦、对，我们很期待来看一下，看看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对要一起把它弄好了。今天我也有找帮手来，待会应该就会到了。还有帮手啊？对，希望找几个好朋友，他们也都住在上海，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帮忙一下。啊，太好了，我们的队伍壮大了。是的，太好了。那我们先进去看一看呀。好呀，来。哎，还有一个钢琴。我以为刘老师会的，要不然他会的。来。我们来欢迎新人入场。好。然后叔叔阿姨就出场了，是吗？明天进场会有音乐吗？我们希望阿姨是可以在这块能够有一个这个弹钢琴出场，但是要妈妈弹钢琴在这里出场，我觉得她应该不会想要。我妈会有点紧张，是不是？哦，那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让媳妇儿来弹，你看怎么样？也不是个好主意。不然这样，我请朗朗过来帮我们弹一下这个，好不好？你做白日梦吗？那也太好了。哇，这上面这个 baby， 你看看，我觉得这个 logo 很棒哎。我觉得这应该要做成一个 T 恤。牵手嘛。对。你说这两个好像那个天鹅的感觉。哦，是。是不是？是。然后这上面都有爸妈的照片，是不是？对，就专门用叔叔阿姨过往的照片，然后拼了一个52数字。嗯，然后那边有一把特别大的一个沙发，就叔叔阿姨如果站着累了可以去休息。对，因为金婚可能还是跟婚礼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嗯，不错，漂亮，还没弄好哈。对，现在应该是60%-70%，大概就是这个白色、蓝白色氛围。是的，会有花一路这样子引过来。哇哦，可以哎。这个拱形很漂亮。拱形很漂亮，只是说那个底下的可以在。再有一点东西，这样就有一种那种如花在野的那种感觉，是吧？好，对，不然现在好像感觉有点下面太空。你觉得要不要用布包着外面的那个？就是椅子呢，就是简单的挂一些哦，有花花，对，椅子这样干干净净的，很纯净，很好。
讲老实话，我之前并没有想过这会变成一个节目，我也没有办法自己去把它变成一个节目。没想到给到我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是更棒的，是有一个团队，他们甚至有经验，能够帮我们一起来筹办这个婚礼。如果有专业来帮我们，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件事情。哎，在哪里了？能出发了，过来了。国婚礼和红毯酒鬼，酒鬼酒提醒您稍后看店。我们也有自己的祝福和小礼物，要送给志成哥、梅娟姐。我们送的这个礼物呢，是新型的玫瑰永生花，在这里呢，祝叔叔阿姨的爱情天长地久，地久天长。我们呢，准备了一副也是字，然后是用你们的名字提的一首诗。这个是我跟张希就是选的一个苏绣，就是我和小扎莎今天送给叔叔阿姨一份礼物，这是一贝加尔湖的一幅油画。哇，谢谢谢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小惊喜，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首席合作伙伴酒鬼酒，中国婚礼和红毯酒鬼，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幸福见证官传代金，中国婚礼就选中式黄金珠宝，融资酒庄七度限量葡萄酒，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下节更精彩，融资酒庄七度限量葡萄酒，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现在继续。这里是融资酒庄七度限量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国婚礼好事成双记。买源头好物上快乐购，云南阳光玫瑰晶体，颗颗饱满，香甜脆爽。哎，在哪里了？能出发了，过来了。这个就是办仪式的场地吗？对，这边就是明天仪式的场地。在室内，在这个窑厂里面。哦。哎呦！哎，你们怎么你们两个穿的怎么比我还那个？你这有像这里的经理的感觉。我是来监工的人。我们两个穿的稍微太休闲了一点。我们是认真的。哎，但你的色系跟我们是一样的。对。等一下，我有一套差不多的，我可以回去换一下。邀请他们来最重要就是，他们两个是我比较好意思麻烦的朋友。这两位呢都已经结婚了，所以他们来帮忙我们主要是孔武有力可以帮忙。所以你刚才是有在这边已经这样了吗？哦，我本来想这么做，但我怕我一拉下来他就断了。那待会有几项任务会分派给大家一起来参与。好啊，那我们去婚房。走走走。所以他们是怎么样？这个房间是让他们明天怎么样？来化妆，然后换衣服的婚房。要抢亲吗？有没有什么男生要敲门房之类的那种？应该不用，不会让他进来，除非做了什么。52，他要抢谁啊？找谁来抢？你先告诉我，叫你爸来抢。对对对。好，到了，到了。我们现在可能要对一下明天的流程。明天的一个流程呢，大概是这样，就明天佳佳是在舞台上跟刘老师还有薇薇老师。好。然后像所有的这些惊喜嘉宾的这个就位都需要吴老师和郑老师协助 Q 他们的点。你们就场控了。对，就有点像场控。OK。哎，有人来咯。哎，叔叔阿姨，好好好，来了吗？哦，哎呀，好好好，哎呦，我爸来来来来来，爸，这你们见过了吧？见过见过，吴尊跟郑海都见过。哎呀，恭喜恭喜！哎呀，听说你是短跑健将啊？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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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余业余。哎呀，挺能跑的啊！没有没有没有，来坐坐坐，爸您坐，你们两个坐一起可以，好好好。好好。他们这次来帮忙我们，交给我们，没问题，没问题。两个帅哥呢，还是什么问题啊？你们去好好的享受。
爸爸知道流程吗？很完全清楚。等一下是不是要走一走一下，还怎么样？阿姨念给您一份，您也可以看一下。有惊喜的部分。那个可能现在还不能那个。不能看，要保密的。对，我觉得叔叔阿姨不用知道完全的流程。不要完全的，对。吓死了。哎，薇薇，你要不要把你做的手捧花给叔叔阿姨？你们的那个捧花，薇薇自己亲手做的。是啊，不假他人之手。好吗？你看。哇。我可以帮爷爷奶奶他们做一些捧花，还有胸花。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吴老师，这个花要用什么绑起来啊？薇薇，你来看一下，爷爷这样的胸花会不会太大朵啊？做得很漂亮啊，那天他看了就说不要太大了。感觉一下，哇，你看看，小小的不要太大，这样刚刚好。那小飞不错啊，小飞很能干，叫他开个花店好了啊。我刚也是这样想，以后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去开花店，开咖啡厅。那个花就很好看，在前面，对不对？不会这么单调。对。他结婚是已经几年了？也蛮多年了。他比较结婚晚。哎呦，我跟你讲这个啊。挺累了。这个你不能想累这件事情。没有了，我们俩不是我不想办，我还老催他，我说咱俩是不是趁我们还没有老之前先把婚纱照给拍了。对，他不着急，他想象当中好像要我们两个然后带上孩子会走路了，然后一起大家办一个，他喜欢那一种。还像要当花童。对，自己当花童然后出来那样的。那很热闹。我说你别太晚，你提前告诉我，我减减肥什么的。别又拍个戏又胖了。之前你跟丽颖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样，小朋友也是跟我们一起走啊，对不对？对，很热闹啊，很爽的。对，然后他们就走前面，很可爱的。对，我能理解，因为确实现在小孩太小了，他也分不出心来去搞这个事儿。我问你，有多少个小朋友他们可以见证自己的爸爸结婚？哎呀，他们假如真的看到，感觉不一样了。对，对他们也是一种教育。没事，回去我给他补过去。小孩子记不住的。走吧，吃东西了，试菜一下啊。好，走。哇，嘿嘿嘿，来看一下，来，哎，漂亮吧？哇，还有感觉哦。哇，我的照片。哇，这感觉有点像在火车站这样子。哎，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哈利波特。对，有个这个味道，魔法城堡。第一次在洞里吃饭，是不是窑洞里？对，它整个造型其实就是窑洞的这种建造。OK， 我们就一起来试试菜。如果大家觉得菜色有什么问题的话，明天这就我们给我们的宾客们吃的东西。对不对？大家可以调一下口味啊，有什么问题就可以跟我们讲，我们就可以做调整。这样，来，上菜。开动吧。尝尝看。怎么样口感？好吃。不错啊。这鱼也不错，就口味都算是比较清爽的啊。吃起来是蛮好吃的，口感不错。我之前结婚的时候，我第一道菜上的是那个水果。为什么？是有专门的寓意吗？其实呢，水果跟沙拉在开始吃是最好的。不然食物进去里面，身体产生胃酸，其实水果呢比较容易造成反胃。像有些人胃食道逆流，那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酸的时候，它吸收跟消化都比较好。我来吃一下糖藕。我来到上海最大的记忆就是糖藕。对，好像吃上海菜一定要有这一道菜。叔叔阿姨，你们最喜欢吃什么料理啊？
哎，上海菜不错，我觉得有点甜的，你们喜欢？嗯，他好像吃了完上海菜回去，他觉得别的菜都不好吃。我们去他家也是，烤羊肉串也很好吃。对，那个是真是不错，真的好吃。嗯，我把一个新疆兄弟直接叫到家里来烤。哦，对，我原来是去他们家买完之后过来烤，后来有一天那个新疆兄弟说，我说兄弟，要不要我帮你烤？我烤的比你好吃。我说好，我说来来来，啊，果然他一烤跟我们自己烤不一样，炉子也不一样，他那个炉子那炭也不一样，就得他来烤。他们知道那个熟度跟那个什么，那一吃你就觉得哎呦，惊艳的那种，很香，口感好。说的都想吃羊肉串了，然后明天新疆的把他搞来一下，对呀，要不我给他打电话试试。好的，然后我们这个地方还有，哎，这配羊肉串好像还蛮搭的。你吃完之后有什么要调整吗？我对食物的接受度比较包容力强一点，所以你看要不要你提一些，因为你嘴比较刁。其实我觉得都 OK，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们要把谁凑在一起最重要，对不对？一桌谁一起坐，然后他们有聊吃的，其实就还好，就可以了。然后我觉得主食一个，什么饭啊，还是面啊，还是什么这样的东西，哦，还要主食这样，可以，差不多了，大家都可以了吧？哈。这款酒太适合婚宴了，白头到老，龙凤呈祥全有了，斟满酒杯，干杯，走吧。中国婚礼在每一次新人做婚礼之前都会有一个婚前十问。Let's go。叔叔阿姨，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办这个金婚的婚礼嘛，所以这次呢有点不一样。我们想请红哥和薇薇姐站在你们的视角，有没有什么想问叔叔阿姨的关于他们的问题？十问，我们十问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录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用影片的方式问问题，然后让爸爸妈妈回答。对，好，来，问题我已经写好了。你知道做什么事会让对方快乐吗？对。那你知道我是什么吗？我知道，但我的是，可能我们是认识20年的，让对方快乐的事情。好，第二题，你们觉得谁比较爱谁？对对，像我们两个，我一直现在我比较爱你，很明显就能比较出来。我真的觉得我比较爱你。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呢？你爱孩子还是比较多一点，对吧？没错吧？你花心思上面，孩子也是你的爱，所以我也爱孩子，但不会爱孩子爱的比你多。对 ，OK。如果只能跟对方说一句话的时间，你会说什么？我觉得你老公真的好会问问题哦。对啊，你怎么那么会问问题？而且你的问题都问得好深哦。告诉你，因为我会告诉你，有一天我就是要问你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你啊。但我现在不想听。你问，快点，第十个问题，快点，第十个问题，问嘛，你问嘛，快点啊，我好想回答哦，快点给我一个机会，我不想，快点给我，你绝对会回答一个很瞎的答案，不会，你问，我不想，你干嘛？你要可以坦然面对我们，快点，你不会回答我，好正经，我真的很正经呢，快点，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只能跟对方说一句话的时间，你会说什么？我爱你，我爱你。好 ，OK。先来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好。你知道做什么事会让对方快乐吗？因为夫妻之间，你要让对方先是快乐起来 ，Happy wife。Happy life， 耶、yeah. ！所以这个问一下，你觉得做什么事会让对方快乐？让妈妈快乐啊？很容易啊。怎么样？不要惹她生气就好了。不是生气的时间都很快乐。哎，有道理啊。你不必故意要去逗他笑干嘛的，他自然就是很愉快，这是生活嘛，对不对？那就是这样。对对对，
那妈妈嘞？你顺从了。所以说夫妻就是要互相，是对不对？不要让他生气，然后他顺从他，互相就快乐了。这全部都是因为爱。我们完全是已经很契合了，生活习惯也很了解，大家个性都是。他们这相处了这么年，已经都找到了一个和睦的模式。对，对对。那第二问，来，什么是你们觉得最幸福的时刻？幸福的时刻肯定太多了，很多嘛。但我觉得，你觉得幸福的时刻跟我们每个人幸福的 maybe 不太一样。对对对，其实我们年纪大了，就是没病没痛都很幸福。如果没病没痛，哎，那你就没有什么烦恼，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把身体顾好很重要。因为我妈妈曾经得过癌症，对，很久了。她那个时候就是有化疗啊，会有点敏感，就吃东西会反胃啊什么的。像我有一次要带她去吃牛肉涮锅。他一靠近厨房，他就不行了，觉得反胃要对反胃。我就跟那个老板讲，我说：“哎，老板，不是你的问题啊。”我说：“我们下次还会来，我们有点我们的问题，我们就离开了。”对我而言，照顾他，只要他心理上很健康，就没有那么困难。现在最怕就是他心理不 OK， 生病的时候，你怎么安慰他，什么都不会有用。他还好，个性是比较开朗的。有人生病。他会多愁善感吗？他不会啊，他还是蛮喜乐的，就是没有那么恐惧感。反而我还有一点觉得哎不 OK， 觉得我还有点担心什么呢？干什么？那种情绪的事，就是无法假装。我觉得上天是很公平的，对我们彼此这样照顾。他觉得哎，我现在可以那么好照顾他，我也觉得以前他给我在工作上在生活上给我很大的帮助，给我很大的力量，一生都是互相扶持嘛，对，所以我对他真的是很感谢，很感恩，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那妈妈呢？妈妈你有没有觉得你什么是你认为的幸福的时刻？那你把握得很体贴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其实他们要的东西都很简单，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幸福的时刻。可能婚姻每个时间段都有每一种不同的需要。对，可能到了叔叔阿姨金婚的这个时刻了，厚爱无需多言，深情不及久伴，就要就是这种平淡和平实。下一问，你们现在对婚姻的期待是什么？现在52年了，你的期待什么什么不一样？我期待孩子、孙子都好。对，你们好不好，我就没办法管了，已经定型了。所以他的期待已经在我们的下一代的身上了。对你已经没什么期待。我知道我爸像担心的呢，是担心我的孩子们了。对 对， 对。我姐姐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对对对。是不是这样的感觉？没错。我们也已经很适应了，我们生活已经都 OK 了，没什么。对。有没有期待60年的钻石婚？没问题了，你看妈妈的健康宝宝一样。大阿姨宝宝。阿姨害羞了。突然吃了一波狗粮。他现在这个睡眠很好，这个食欲也很好，心情也很好，所以他 OK 啊。你看他是不是像健康宝宝？有想过吗？钻婚？当然当然，我没事开玩笑，我要活120岁。没有，你怎么跟我一样啊？我也说过这句话、真的假的？真的，因为听说这个科学发达以后啊，若干年以后可能寿命可以延长了。哎，我们两个好 ，OK， 这样子吧。那既然是钻石婚，我们就名副其实一下嘛。怎么样？终于有个钻石。终于有个钻石，哎，好好好好好，这太浪漫了。
您说一人带个钻石是不是？不见得一个人带个，妈妈带一个，因为我没给她什么钻石嘛。哦，真的？要三餐吃饱就不错了啊。所以说你们现在有能力，就给妈妈来一个钻石，对不对？给她真正的钻石婚。妈妈说我老花眼，我必须大点才看得清楚。我们就努力活活了拿钻石，努力活活了拿到钻石。叔叔有准备什么特别的惊喜要送给阿姨吗？我准备了一枚钻戒。惊喜就这样说出来了？没关系，我觉得我们这个岁数每天都是惊喜。这不是一生只能送给一个人的第二钻戒吗？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不流行送钻戒，也是我们的遗憾。直到我知道这个品牌是一生只能定制一枚，一生一枚，也就是代表用一生爱一个人，所以我把它送给老婆，证明我到现在依然信守我的承诺。叔叔阿姨真是我们的榜样啊，第二钻戒也是叔叔阿姨最好的真爱见证。好，来，你们觉得谁比较爱谁？对，哎呦，这么尖锐的问题啊！因为刘畊宏一天到晚都一直问说谁比较爱谁，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爱他，有比较嘛？谁比较爱谁？然后他们回去吵架、啊。你们这些事都是鸡毛蒜皮事，根本就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幼稚。你觉得呢？表面上我爱他，表面上其实骨子里面他是比较爱我。哎呦，哎呦，我是照顾在外表嘛，现在对，但是他内在就是你会感觉嘛，这种东西就是感应可以感觉出来。对，好，下一问，在你们心中，对方做什么事情是最帅最美的时刻？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当然有啊，他们每天都有这种时刻。早上他起床以后，我弄早餐给他吃，吃完以后。他就开始写字，他写字写得很好，写完字以后他就弹琴，这个弹琴也弹好，唱歌也唱得很好，所以对我来讲都在那个节奏中，都是让我很全是最美的时刻。对啊，你就看着老婆在哎专心一意的写字弹琴，哇，你那个看那个画面的确是很好。哦，哎呀，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哎呀，是妈妈，你有没有觉得爸爸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最欣赏他？欣赏我的时候我最欣赏他。哎呦，我最欣赏他欣赏我的眼神。有没有？有没有？妈妈有没有？也有，还有别的。我觉得很多时候都让我欣赏，不然怎么会嫁给他？不然怎么会嫁给他？这个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是，当不然怎么能看久看都不腻呢？对，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这一定有这样的原因。我看我老婆就越看越美，知道为什么？深深的被吸引着。哎呦，你要这么忍不住要拿出我老婆的照片来看一下。我就常常会讲，夫妻老了就是恩爱夫妻。没错，嗯。因为你觉得他对这个家贡献太大了，所以你都觉得哎，心里面对他总是有一些亏欠呢、啊，或者就要报偿他一下，觉得哎很感恩，那你那个心情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恩爱夫妻这个很重要，除了爱情还要有恩情，对。好，来下一问，如果只能跟对方说一句话的时间，你会说什么？哦，好，只有一句话的时间哦，你要说什么？这句话在我信上最后一句啊，现在要讲出来吗？真的假的？真的啊。爸，你看我们两个是不是父子？这个最后一句话留在关键的时刻，到时候来分享。我也期待爸爸明天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很期待阿姨会跟叔叔说什么。哦，只有一句话，你想跟爸爸说什么？我要感谢他。他一直都对我很体贴。哦，哎呦，你看。其实他讲话讲最普通的话，我听起来都跟你们听起来不一样，然后谢谢两个字，大家讲一下，我的感觉都很够。对，因为你们经过太多了。对，叔叔阿姨啊特别的默契，好像什么事儿在他们面前都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因为人家已经经历了50年的婚姻啊，在这婚姻里面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吧，情比金坚啊，没有什么能够考到他们，能够难到他们。我看到
叔叔阿姨他们的那一种幸福，其实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目标。我觉得是全部的年轻人应该要把他们作为榜样，把爱放第一，把家庭放第一。对，新人参与，视为送给他们的惊喜活动，提前感受金婚的意义。哎呀，真好，今天是我们今年这个中国婚礼第二季的几对新人第一次聚会。是的，对，对，有两对没来，一对那个小兰，因为她怀孕了，过来不方便；还有一对她那个有工作，实在过不来。哦，因为我们这次来呢，是给最后的一对送惊喜的，因为最后一对呢是刘根红大哥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办一个金婚哦，好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作为几对新人，婚姻生活可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对啊，咱们是怎么过来的？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年轻人去学习的。所以你们脑子里有没有想象过彼此50年年老之后的样子？就会不会秃？对，我首先关心的是我的头发。啊，我给你准备个秃头头套。不要不要，保住头发。对，所以今天给你们三对新人准备的一份小惊喜呢，就是我们会请特效化妆师帮你们画你们年老之后的妆。哇，好期待啊！我还记得我以前演戏的时候，我画过老年妆啊，就是我自己画，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哎呀老了是这个样子，头发也白了，但他看到我之后，我一看就哭，一下子哦，原来你老了这个样子，就那时候特别受不了。你们不会每个人都是，这叫什么？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你会嫌弃我变老吗？不会。别哭啊！一会儿我们会请特效化妆师帮你们画你们年老之后的妆。好的 ，OK。老南呐，老西呀，就是年纪比你。哎呀，哎呀，哇！我们老了。你别说，还挺震撼的。我发量还挺多是吧？是有这发量。哎呀，突然有一种真的是很持重的感觉。我们都这么老了，你们怎么还这么年轻啊？保养得好。穿越了，我们两个穿越。来来来来，我们先到礼物袋。啊，先进去，先进去。突然有点紧张。那还笑吗？根本认不出来。真的认不出。哇，我天哪！哎呦。吓死我！搭讪，准备好了吗？起起起，起起起！
要不你扶着我吧，走不动了。谁呀？谁呀？啊，不好意思，走错了。哎呦我的妈呀！多少代的？я тебя не знаю。ладно。Самбайна。Здравствуйте。ты что-то быстро постарел, мужик。не знаю。не знаешь？ ну。ты тоже。哎呦我的妈！你把请问大哥 Starling。再明年两天。大声。Я Миша。我是 Пьян。我是 Пьян。Я как думаю, что мы же с ним с тобой познакомы。I love you. I love you. 哎呀呀呀！一分钱不图，我必须要给他一个婚礼。我们领证了。我看你们真的是，这叫老当益壮，对吧？有点这意思，有点这意思。哎呀，金婚的时候你们还能来这个，那就厉害了，尽量。康熙，准备好了吗？嗯。准备好了，我们就来了。好。我们进去以后坐在那张椅子上。嗯，好。哎呀，小胡变老胡了，老张，真老张，这脸上怎么多了好多皱？
人到老的时候肯定会想这些。将至，等你老了也很可爱。我不白手之缘，以后手上都是皱纹。是啊，对，所以现在这样子。不错，好好的，老婆子。岁了，八十岁了，八十岁了，八十岁了也可以哭啊！八十岁了。实在是绷不住了，然后俩人开始打拳了。对，阿南、他闪，你们一直在笑，好开心啊！我以为是大厦拒绝你变老。没有，我刚一出门的时候，我说
啊，走错了。啊，你先嫌弃他，然后他看上我了，然后再嫌弃我。не не, я когда его увидела, я сразу захотела вещи собрать и уехать. Я не знаю этого дедушку. Ну я тоже. Я не знаю этого дедушк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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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 не знаю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嗯，我刚才看你一开始说着说着说着，然后就默默的开始流泪了。对，本来没有觉得，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触发到，就觉得哎，真的是一夜共白头了那种感觉。嗯、然后就会觉得好像马上就要。后面的就不要说了。因为人的寿命毕竟是有限的，就会突然有些伤感。对，那我开始为啥会哭呢？因为我总觉得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会先来，所以的话，如果能一直跟他在一起那么久，也是一个，就是有时候会很怕到不了那一天。你不会的。我有时候怕我陪不了你那么久。咋会呢？哎，百岁呢？确实，他说的我觉得能感同身受。真的是，如果能一起白头的话，那就是最大的幸福。是的。还得抱重孙啊。对，还得抱重孙。希望你们能够记住现在心中的这份感动。啊，真的到了那个岁数呢，也希望你们像大傻阿南一样，还能比武，还能跳舞，对吧？那种状态就很好。到那时候真的成老顽童了。啊，对啊。记住此刻心中的感动，好好的爱着彼此。希望我们珍惜当下，活到百岁。八十岁了，我依然爱你。我也爱你六子。很快。我留不留这边？我爱你，宝贝。我也爱你。放轻松，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嗯。吐了我也爱你。嗯、嗯，今天就是给三对新人化了老年妆，相互之间来看一下几十年后的彼此，心里感受一下。有感动，有泪水，也有欢乐。说实话，很少能够让年轻人能够打动他们心灵深处，能够让自己热泪盈眶的这么一种时刻很少。参加过新人的婚礼，但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五十年新婚的这种再举办一次仪式，没有过。那我们一会儿就这个老年妆去参加金婚。嗯嗯，很宝贵的一次机会，感受一下。嗯。好，我们来给您添妆来了。这个呢是传带金的霁月风华平安扣。为什么会选它呢？是因为传带金的工艺就像您跟叔叔的爱情一样历久弥新。谢谢你。我们这款平安扣完成了东方的一个吉祥文化，它是把这个凤羽嵌到了这个牡丹花里边。京东搜索传带金可以买到同款哦。祝福叔叔阿姨平安吉祥，鸾凤和鸣。那我也要祝叔叔阿姨天长地久，情比金坚。谢谢。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定下这我给你的信，等一下你要数一下几张，跟数钞票一样。哦哦，咔咔咔，对，十张正好。我念，你看，你看这样我可以拿麦克风。
我帮你拿，你在旁边吗？没有，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当然需要吗？妈妈不好拿，因为她那个手啊，在你旁边。啊，你在我旁边。那你要放在这里面吗？放在口袋。你要放口袋啊？大家都说放口袋比较像是有那个氛气氛。对对对，就是。他以为可以套一张纸条了，他不是一张纸条，他是一摞。这是一个横摞，我如果太大，我就得帮你拿的。对对。你就我觉得你帮我拿，我帮你拿好了，拿。我再给你递啊，儿子过来。你弹个响指，你就过来。你不用在台上跟我讲，叫什么儿子过来的，哎，过来。不要不行个牌子。哎，等一下，我问你，你里面没有暗袋吗？有啊，其实就是放这里的。哦，可以这样子。行，哎，这更好。就哎呦，各位，这好像掏出什么神秘的秘籍、武林秘籍来了。好，预知后事，下回分解。可以吗？哎呦，哎呦，哇！来，你看，可以吗？中国小姐出场。哎，你们两个背背啊！我看一下，你看我们两个，我们两个一看场面什么样，我们两个就下当了，然后上算了。换一下，我们俩上什么？你俩上，我们俩下。今天就你们的弄，我们怎么上？我也没准备好。啊，都布置好了。哎呦，跟昨天不一样哦。哇哦，非常漂亮，对不对？每个椅子都放了花，对，香香的，氛围感会很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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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要检查一下我们的一些东西，对，我们检查一下道具啊，相关的，然后我去取那个对讲机。OK。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携手半世纪，金婚风雨情。我觉得刚才那个音乐可以啊，拍照的时候放刚才那一首可以。这个会拿上来，你就让他们按手印。对。对讲机给到两位老师。喂喂喂，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啊？收到收到。可以进来就坐了。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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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这几个呢，就是快男，我知道。以前他们刚开始要出道的时候，训练的时候，是我带的那个学生。哦。但如今都已经长这么大了，你看。好了，先来坐吧。好，来来来。我们坐后面吧。进来坐，进来坐。各位嘉宾，我们可以往前坐。刚才想说这些人是谁嘞？突然，这妆化的也太真实了吧。让我们提前感受一下金婚。好好好，马上开始。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湖南卫视主持人季梦佳，欢迎大家来到金婚婚礼仪式的现场。从1971年到2023年，他们已经整整相爱结婚52年的时间了。爱一个人52年是一种什么感受呢？今天呢，在我们请到叔叔阿姨来做回答之前呢，我们先请出今天这场婚礼的委托人，我们的教练刘畊宏、薇薇姐、王婉菲，有请。有些
亲友，各位嘉宾，非常欢迎各位在百忙之中来见证我们金婚的庆祝活动。我们心里面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感谢各位，谢谢你们的祝福。来问一下我们的金婚新娘子，今天这么美，开不开心呀？开心，开心。是我们知道呢，叔叔阿姨都是彼此的初恋，始于一见钟情，陷于相濡以沫。这么多年过去了，两个人携手经过了很多的风雨，我想有很多的话想要说。在此刻叔叔呢汇聚在了一封情书里，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叔叔把这封情书念给阿姨听好吗？好好好。哎呦，这私藏的秘籍啊。来，先数一下有多少张啊？哇塞！啊，不多，只有十张啊。十全十美。好，现在我就开始念我的信。亲爱的梅娟，我一生所钟爱的贤惠妻子，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之间，我们已经携手共同度过50多个寒暑的婚姻生活，借此庆祝我们金婚具有重大意义的纪念日子，顿时思绪泉涌，百感交集，情不自禁提笔写这封信给你。犹记得我们初恋之时，由于我拙于言语的表达，很难传情，幸好仰赖笔墨书函才能够获得芳心。你我都是个人首次交往的男女朋友，这种爱是纯纯的爱。我们热恋4年，终成眷属，在我的生命中有如此绚丽美好心灵的契合，弥足珍贵，故而金玉之盟，不忘初心，成为我们经营婚姻的莫大的精神力量。好，这里我们有两桩有趣的事情。第一个呢，我是河南省人，出生在南京，他是呢浙江省人，也出生在南京。我们两个通通都是在南京出生，这也是一个巧合啊。第二件事情呢，我的名字叫刘志成，那我常常跟人家介绍啊，毛巾刀的刘，志气的志，成功的成，那个成就是有志进城的成。那常常介绍呢是诸葛亮的歌，梅花的梅，千里共婵娟的娟。我那时候在追求他的时候，我一想一定要有志进城，然后呢进入婚姻生活的时候聚少离多，所以常常看到月亮就想起千里共婵娟。所以这两个巧合让我们在婚姻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凝聚的力量。我也借这个机会嘛，因为很久没写信给他，很多话该讲的可能也没讲，对不对？那这一次也多多少少可以表达一下我的心意，也不错，我觉得这也蛮好，把我们带到以前那个回忆，整个我们这一路走来50年，很多这个点点滴滴啊，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过程都很美好。这个我的工作常常要离家很远，所以我们家所有的重担都是由一肩扛起，对这个家来讲，他的功劳大概10有8 9，我所能占的功劳大概只有1/2，这个比例是相差很大的，所以我对他一直有那种感恩的心。但他也很坦然说，哎呀，他做的都是他做一个妻子的本分，所以叫我不要过度的去自责啊。再来呢，就是那非常的有才华，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歌也唱得很好，而且呢他身手很矫健，所以他各样的运动也很在行，所以这样多才多艺，
而且他是一个很喜欢笑的人，他的笑点很低，随便一个笑话来他都会哈哈大笑，跟他接触人都会知道，所以他的人缘非常好。那我因为他呢，我的人缘也就沾光了哈，也变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可以相辅相成的地方。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可能都是蓝天白云，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挫折。但第一个呢，就是他曾经为了陪妹妹去这个办嫁妆，骑摩托车，结果很不幸的被这个汽车撞到了，结果他的右腿骨折断了。结果我到那边看他躺在那个床上，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腿断了，我的右腿原来呢那个拇指翻过来了，现在我自己把它转过来了，非常惊人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到他坚强的程度。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曾经得了一个重病，大肠直肠癌，癌症了。当时我听到这个噩耗，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但他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非常的勇敢，还非常的喜乐。所以我去照顾他，就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他现在，你看大家，看他现在已经恢复健康了，非常的健康。以后生活会不会觉得很无聊？事实上，我们退休以后，我们有一个小组啊，算是觉得非常重要有意义的，那就是交换戒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刘教练还有薇薇姐送上戒指。
我这里手上有一份金婚证书，然后由我代表给你们念一下哈。携手半世纪，金婚风雨情，50年同心，风风雨雨相随，半世纪牵手，快快乐乐为伴，终获金婚证书，愿你们健康长寿，家庭幸福，万事如意。好，那就请二位在这个金婚证书上签下彼此的名字，然后也写下对彼此的祝福。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短短的几句，我们听到的是非常朴素的、朴实的文字，但是我们的叔叔阿姨是用一生来践行这些爱的承诺和坚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想就是他们用一生的爱情来为我们诠释了这句最美的情话。我真的第一次见到这种金婚证书，感觉它都发着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吴尊哥来送上我们的金印。哇，深深的一个手印，也是相爱的印记，携手一生共度美好，好有意义啊。金婚证书看似一张普通的白纸，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拿到金婚证书，这四个字本身就是有门槛的。很荣幸刚好是那一趴的一个使者吧。按手印这个他们盖下去整个过程是完美的，对，我们为他做了一些就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刚才我父亲有提到交换学生，在过去我曾经看到他照顾很多来到当时他们所住的旁边的一个大学的交换学生。我们在这边还有一个特别的对象，就是以前大陆的这些学生啊，到我们这个高雄做交换生，各地很多地方，我们呢就等于是他们在台湾的监护人一样。那今天呢，有四位的代表也来到了我们当中。欢迎欢迎同学们。好的，感谢今天受到邀请来参加梅娟姐、志成哥的金婚仪式，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以前我们在台湾读书的日子。那时候每周我们都会一起吃饭、聊天、聚餐，然后我们还会去逛集市，然后一起过生日。所以我在台湾读书的记忆是温暖的，而不是孤独的。然后在今年，其实我也刚刚新婚。所以50年的金婚离我还很遥远，但是我现在观看了今天这场仪式，我能够感受到梅娟姐和志成哥带给我婚姻更多的真谛和感受。婚姻是爱、理解、尊重、感恩、祝福。通常我们受到的新婚祝福都是白头偕老，但是他们也已经携手半个世纪了，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琴瑟百年。谢谢。亲爱的志成哥、梅娟姐，今天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参加你们的金婚纪念仪式。在2017年的时候，你们不辞千里来到湖南娄底参加我和先生的新婚典礼。今天我和先生能够有幸在这里见证你们的金婚纪念仪式，我感到无比的开心。婚姻是什么？在我看来，婚姻的最高仪式就是相对两不厌。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代表我的全家，向志成哥和美娟姐表示最诚挚的祝福，祝你们新婚快乐，胜似新婚。谢谢同学们。
这个很让人意想不到，这个跟红跟小飞呢，他们都有用心去安排，对，让人感觉很温馨，啊，也非常的美好。交换学生，他们都不约而同从不同的城市来探望他们，其实让我们看到也非常的感动。志成哥，梅娟姐，对，很自然的，大家都这样，很自然就这么叫，我听起来挺不习惯的。我也非常不习惯，就忽然我感觉我的辈分变大。那今天好像我们还有一些从南京来的亲戚朋友，是不是？对，我们南京来的亲戚也在这么当中。我爸妈虽然他们都出生在南京，但是却后来没有机会能够到达南京。后来我们在多年前知道有亲戚之后，我爸妈来，我就鼓励他们也可以跟所有其他的亲戚们一起碰次面，所以他们也是第一次到南京，也见到亲戚。果然家是亲人，一见之后就特别有亲切的感觉。再次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当中，谢谢，谢谢你们来，欢迎欢迎欢迎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迎接我们的惊喜，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婚礼惊喜官陆毅哥鲍蕾姐。哇哇，身后跟着的这三对新人，大家看过我们的节目应该觉得哎又眼熟又陌生，他们是三位新人还是三位老人呢？新老人。哎，哇，太棒了。今天呢，我作为中国婚礼的惊喜官呢，带了三对新人过来。大家应该很惊奇他们为什么画着这个老年妆。是啊，因为他们今天一听说啊要参加金婚，哎，所以特地有一个环节，就是让他们看一看彼此几十年之后的样子。哦，相互之间刚看到真的就痛哭啊。是吗？一直在那哭。 对， 对， 对，所以我们一直幻想新婚的爱情是从青丝到白发，今天让他们提前白发。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嗯，所以我们今天的几对新人也有自己的祝福和小礼物要送给志成哥、梅娟姐。我们送的这个礼物呢，是新型的玫瑰永生花，因为玫瑰是代表爱情的，永生玫瑰呢代表永不凋零的爱情。在这里呢，祝叔叔阿姨的爱情天长地久，地久天长。因为刚才也听到梅娟姐特别喜欢字，我们呢准备了一副也是字，然后是用你们的名字提的一首诗，我们的祝福也就在这首诗里面了。志成高远做栋梁，成就人生才得双，梅林瑞雪情真挚，将禅与共相伴长。很用心，很文艺，叔叔阿姨。然后这个是我跟张希就是选的一个苏绣，因为叔叔阿姨对江苏南京是有特别的感情。然后上面会有一对凤凰，凤凰于飞，幸福美满，还有常青树，寓意就是健康长寿，福泽绵延。所以我们一起祝叔叔阿姨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就是我和小大厦今天送给叔叔阿姨一份礼物，是一，这是一贝加尔湖的一幅油画。对，然后也祝您二老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好，你好。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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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成哥怎么样？喜欢吗？非常感谢啊，这么用心，对啊，祝福我们的金婚啊，我觉得很非常有意义啊。这些这个礼物呢，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花了心思了，对，最诚挚的祝福我们都领受到了，非常感谢，也祝福你们。那我也很谢谢这些贵宾们，我看送礼啊，还有把头发箍得染成白白的，那就是从那个年轻一直到老年这个过程，这都是很用心的地方。整个节目我就觉得很丰富，也非常好，我们觉得很被祝福。那作为我们陪伴了大家一整期的幸福特派员，跟红姐今天呢，在这个特殊的幸福的时刻，
也准备了一份特殊的惊喜，这次又带来了什么惊喜？叔叔阿姨呢是52年的金婚，所以我们特地选了这一坛52度的珍藏版的红坛酒鬼，就像我们叔叔阿姨的爱情一样，历经了岁月和时间的沉淀。我们常说啊，爱情如酒，酒如爱情，其实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哈。这坛美酒也是象征着我们的叔叔阿姨呢相守相伴50年的美好婚姻。这好酒就跟金婚是一样的，就像百酿馥郁的红坛酒鬼一样，是经历了173道复杂工序的匠心雕琢，才终成馥郁，妙境天成。没错，所以我觉得你今天选的这个礼物啊，太适合叔叔阿姨了。最后再祝我们所有的新人爱情和和美美，生活馥郁美满，奔着金婚钻石婚出发。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小惊喜，请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非常可爱的福禄兄弟团，他们呢今天有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送给最浪漫的你们。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个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到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让我们一起祝福志成哥、梅娟姐金婚快乐。请嫁给我吧，我爱你。莎莎，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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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茫人海，彼此相爱的人能够相遇相知，已是无比美好的事情。漫漫人生，许下相守相随一生的誓言后，我们又能依靠什么？执手天涯，白头偕老。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让我们一起慢慢变老。是诗和远方的浪漫。我相信，在这个轮子上的家里，我能和你竭尽所能，品味这当下不凡的旅途。是不离不弃的智慧。我曾经有过这种心理上的问题，但是是因为他的存在，一点一点治愈了我。是标新立异的爱情。婚姻不该被定义，重要的是这个人，而不是身份。其实你才是我内心安全感的来源。是对小家、对大家的眷恋。我们从宝岛台湾来大陆来寻根，很快的我们就融入了一家人了。转眼之间，我们已经度过50多个寒暑的婚姻生活，在我的生命中。有如此绚丽美好心灵的契合，弥足珍贵。
当然还需要依靠你我他的相扶相帮。这个位置差不多吧。我们得加快点速度。哎，其实给别人准备惊喜吧，我们也害怕有输了，就是还想再把它做得更好一些。我们要做的就是服务，然后要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可以帮爷爷奶奶他们做一些捧花，检查一下我们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慢点慢点，不着急。作为这个服务保障团队，尽量能够让二老能够舒服一些，能够帮助到一点是一点吧。对，靠一点的，对。哎，对，刚才笑，走走走，一路上给他拍照呀，然后给他做视频呀，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我也觉得开心，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是值得的。各部门准备啊，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华国之恋的大舞台。然后后面的递送的东西，改口敬茶茶杯。一二三，好事要发生。各个部门啊，没有第二次重来的机会啊，出发，出发，必须一条过。走啊！哇！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那种感觉，很美好吧？我们真的是像造梦者一样，给人创造梦想，真的挺好的。祝你们在彼此的星球探索愉快，去爱情和人生的海洋里面勇敢闯荡。君子万年，宜其侠福。祝愿所有珍贵的爱情和婚姻，在一饭一说、一朝一暮中，涓滴成流，积步千里。成人之喜，好事成双。从今天开始，我们俩一起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时光的旅行。我能和你所做的，就是品味这当下不凡的旅途。新婚快乐！中国婚礼第二集，李成。中国婚礼和红毯酒鬼，酒鬼酒提醒您稍后看点。时光的岔路口，在忐忑中迎来抉择的等候，就让拥抱来结束孤单漂流。那永恒的追求，中国婚礼好事成双季首席合作伙伴酒鬼酒，中国婚礼和红毯酒鬼，中国婚礼好事成双季幸福见证官传代金，中国婚礼就选中式黄金珠宝，荣子酒庄七度限量葡萄酒，中国婚礼好事成双季下节更精彩，荣子酒庄七度限量葡萄酒，中国婚礼好事成双季现在继续。一场浪漫的婚礼需要一款温柔的红酒，那什么样的红酒能够满足颜值和口感的双重要求呢？荣子七度限量桃红葡萄酒，它是用100%赤霞珠葡萄原汁发酵的。你看，粉红色的酒体呀，好温柔，只有七度，柔和微醺，冰到3度更好喝。它是一款产自北纬35度黄金酿酒带上的黄土高原酒庄酒，它的首席酿酒师博普先生啊，曾在法国博普斯酒庄担任总酿酒师，酿造了45个不同年份的酒。据说啊，他能够记住每个年份的气候，葡萄酒的质量，太厉害了。微信搜索快乐购小程序，进入首页即可获得节目同款荣子七度鲜酿桃红葡萄酒，原价99元，中国婚�礼专属3.9折，39元尝鲜价，柔和微醺，冰到3度更好喝。在快乐购小程序首页中国婚礼专区，还有1000万平台现金红包等你来瓜分，快来参与吧。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关注湖南卫视中国婚礼，参与节目讨论，分享自己的情感观点。看时光的岔路口，在忐忑中迎来抉择的等候，就让拥抱来结束孤单漂流。让四季散散，两颗心邂逅。
成。